那你刚才说什么车什么车的？没有，那个舍友。啊，土服土服什么？在哪？跟女巫在那个小木屋那边的小树林。那行，我知道。往那个小木屋走。行，我在小木屋，我等他了。找我来了，找我来了，求！一半了。谁了？可以，怎么还把圈给剪了？不是很懂。狗狗带狗的。不用不用，我吃不了刀，吃不了刀。他又放狗了。没事，他那个机身没了。哎，我都修开一台了，他们机子好慢啊！我帮你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你就要把圈踩。来来来，去我，去不了，挨揍了，挨揍！你在哪？沙包沙包，死不了死不了，然后追你。啊，不追了不追了，四合院小心吧。在哪呢？我去帮你挑一下。作业。那真的。对，本体。那手机子。去了去了去了。那个是你的是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去去去去，没事没事，让他让他打，他不敢打，那你拿这个打的，打就没了，他炸了呀！哎我操，原生，我又来，一下击身两次的 ，CD 好了，老婆你去一下，这不是刚击身一次吗？又击身一次，去去去去。差四合院，四合院差的不多，差一半左右吧。重新洗吧，他那娃娃在那呢，手里，把他圈踩了。那两条都要守住，那就去抓袋子。你这边有三个人，还是有？击伤我了，你有那个吗？去了去了，他没了他没了，直接去直接去。你就是让我去下蛋。
三连阵将，我这边城防时的血一半了。马上打你浪了。能开吗？有，这个等一下再开吧。不养了。你救，你救。城防施压了。那我贴门去了，接扯接扯，鸟还没交啊？鸟没交啊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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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马上亮了，马上亮了！你石头大小，石头大小！你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！完了，完了！哎，再吃一刀，吃！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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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能走。兄弟，啊！你，我，你应该直接往里边冲，把你弹出去。看一下，然后自己再往小龙跑。留着，留着，他干嘛要切呀、啊？他切不就放我走了吗？还没有机制，那个是原生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对吧？肯定是拿 PC 的。别管他了，他自己不走门。啊，你们把找个人拖下地板。哎，没有想法。看这大门。放一刀，一克四分钟，快点快点，是不认了。哎呀，我接球，我转大王了。炸一下我这是我了，你走吧。大门两，你去大房修，大房修，我转小木屋了。转小木了，那我去大门继续修炼。不忍冲了，我转大房了，他没冲冲啊。进了，可以进了，他输了。不追了，不追了，摸一下吧。我们俩摸一下。我在大门，在大门。不是我的先知，先知，我以为先知是你、啊。两个娃都打架了，我修不动了。修得动。
速修吧，全速修，全速。到处插烟手电机啊，这边有三，有三连啊。三连我破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有一个小三连。不追了不追了。这个反向盖板把命都盖没了，再来一个慢翻，看见没？里边这台机差一点点，大门这台机差一半。行，这不是差一点点，差的有五点多、啊。嗯，哪里？他不会带着时长吗？怎么可能？里边那台机差一点点带的很杂、啊，天赋。救了，不追了不追，把他的手抓我，我操，这都能打，你看能不能把那电机补了，能补，限制在不设限，妈的，你开了我死，应该够了吧？其实，对，够了。你要保一下我，我兄弟，可能还差一点点。他没一刀，他没一刀救下来，机子不够呀。够呀，够呀，限制马上修完了。这个人老是秒救我，不要命了。那行吧，那肯定修不完了。他这现在修的修的跑了，重新起，重新起。我要原地消失了，我再挂一次没了。行吧，那你抽宝贝去吧。我去挖宝藏了。右边应该在起那边一台吧？没带一刀。快走，他没一刀。我有机交，快走。他们都能走吗？不知道佣兵能不能走，佣兵应该也能走的。佣兵走了，可以，还多加一步。可以，今天中午这六阶是稳的。我不修大房，我修沙包了。在小木屋那边的角落。什么突破？这个救我的。我是往大门来。射箭，射箭。修吧，我修沙包，射烟去。一个人把我机子抢了，这是追佣兵，现在应该在大门追人了。应该追调枪吧。修完去沙包啊。他没香水，没香水，不用给，不用。然后给佣兵吧。
认都没好就死。你不认好的，我查到了。你可能修完沙包，你要去小木屋再修一台。我这边是往小门那边补。嗯。大门有一台异响机，我要回去大门。等一下可以用。那个板子我想。你往大门修了是吧？对，好几小时。你刚才修的是佣兵的遗产机是吗？不是，佣兵根本就没修，他的人皇没动，可能是大门吧。我电机被锁了，修不了。差眼，你被锁的锁不太狠了，受不了了。哎呦！我靠，这波好难受啊！卖了，保平了，保平了，没办法。哎呀，让佣兵去团一下，真的还不如不交。甚至这个法子是强势的，法的冷佣兵找你去了。你电池差多少？快啊！救命！还能救你一下。今天接物刃接的好准啊，我太准死了。你去修吧，大门的机子，然后我那边沙袋还有一台，差好多呢。再溜一会儿吧。反正我带不走啊，把我逼着走。十一闪没事，我等会儿把佣兵摸起来。坚持久就行，溜够就行。这个误认我真的是接得太准了，有毒。这误认打的是真的不准。不是预判我还是什么？我老是接一下，有毒。我就摸佣兵，他没张狂，但是有超影。嗯。摸不了佣兵了。摸得了。无人闪了。完了，闷坑，走，继续保我呀！我明天修我那台，继续保我。他有不认啊！你走，我帮你干。十几刀，接着跑。压好了，他压个锤子，他重新修的。压好了，接球，过来接球。你能吸出两吗？
哎，而且你有大心脏，你还不死不了，保个平。你们都在想门啊？是啊。看他上不上当。他回来了，他擦了擦了，走走走，他回来了。啊，你们都在想门，能跑大门就行了呀。三了，三小门，离得近。那个位置只能转小门。嗯，小门开了，小门开了。但我走不掉呀，小门开了。嗯，不能甩了，他要过来帮你扛刀。走出去，走出去。可以踢一下。哎，盖他！哎呦，他不敢盖。刚才够了，不是好了，对对对。哎，可以，走了进了。刚才他已经在板子里边，盖一下就出去了。小丑。嗯，我在那个。后花园，他应该在寻找木马。但是，他这个蛇在寻找木马。几点啊？是。那应该手上没听音响。退你了，秀谁呢，宝贝？你在秀谁？他没听音效。没有。你往桥上跑，把你骚扰一下，跑不了的。抢先了吗？交没交闪啊？没交，应该是 TP。TP 的。也有可能不是 TP， 因为他有拆板加速。没来刀吗？看这小手，中刀了，我可能要去世。全是电机最后一台啊。是哪个桥？河边的还是桥上的？滑梯下面的，滑梯下面的。嗯、那才要好了，好像不打算追了，装了个推进器了。我回去补吧，你不用来了。几级了？记得四十号机。拆一台。拆一台几点了？我去挖卡块吧。现在开车走了。
谁了？王王吗？好，行，我绕过去补。大家心态不用读。差好多，重新起吧。哎，不多不多，一万，贴门吧。马上修完了，能直接开就直接开。那肯定的，他没一刀。别开，直接开。还没完，还没完，三秒，大概得倒了，倒了就够了。用命卖了吧。你开大门就行了，没有一刀。哟，还会霹雳舞，可以。走吧，走吧。可以的。天师在你那边吗？在，在，都在，都在。走了。怎么在红教堂中间？嗯。不对啊，我这个位置是大门红地毯。这什么样？我这个红蝶，差点撞脸了。救我了，救我了！追我，等了两下，追不到了，撞了两下了，替身。那跑马拉松了，来墓地吧。OK， 他去墓地了。看见我了，咬白给，好，别去，哎。溜索机去了，晋升应该好了，没球了，你干了，好久了，哎呦卡了一下，我日，没骗到他。那他抽刀了，
要死了，跑不了了。哎呦，有金枪，我忘了，我知。这他妈哑巴，他们两个在修。三宝了，这分散的是真的快。在小门没被追，中场有心跳，又没心跳了。嗯，应该差不多可以。地下室在中间。飞我了，没飞过来，飞过来了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现在没技能。完了，我忘记了我带的怀表。闪现了，用了，闪现用了。哇，这个黑妹，贼坑。不追了，要飞了，抽箱子去了。你追我去，我又不知道飞哪去了，还真是。我在墓地啊。嗯，你修吧。有佣兵。我在三号急修了，我修着了。找黑妹，在墓地，你修吧。本来修两台的，带着闪现。
半了。我要成一起。不追了，不追了，要飞你了。我走了。你不用修，你不用修，够了。给这里说一声啊。马上要好了，先给你浇了，让它没了。直接点了啊、哦！太肥了，太肥了！不能开了，不能开了，可以，可以。开了啊、哦！开吗？开大，去开小门，我去大门。行行行，分开走。去大门了。佣兵的薄命还没用，我的薄命也没用。对，如果有人上树了，他先走了。我先瞄一眼大门什么情况。那只佣兵没飞，走吧，走吧，没飞，别走了。感觉佣兵大心脏的只佣兵，我是能想象。不应该还在墓地。我在那个，你叫他。墓地，墓地，张狂。什么玩意儿？跳跳虎。救我了！救我哪里能跑马拉松？他用完 CD 有十秒 CD 啊，怎么就不能跑了？嗯，挨了一脚。一些技能开都开不了，差不多成废人了。机子都在后边，那你们跑去大门那边。谁在修？谁在我脸上修啊？我呀，我娃娃吗？娃娃，那你娃娃要死了，那我走了。
该队友在家，直接拿个娃娃贴门就行了。他现在二级技能，哪有人在家？没有人在家，他俩一起修的一台。那你娃娃贴个门呗，我有魔力瓶香水。嗯，他是大门。你过来修，刚才哎，他追过来了，这个人。还有个球，你手上有道具吗？我给你送个球来。那你给我送个球吧。来，看见吗？看见我呗。你看到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把我俩娃娃打了就不追我了是吗？有想法。嗯。别点！我都没压好。没，黑妹那边再点，你贴门去吧。他是不是压到那个机子了？他们修好难的，快了。压好了，贴门去吧，贴门去。没压好，他直接被踩死了。没事，他有两层，然后佣兵再接我们，直接贴就行了，别管他。你过来贴门。我贴不动啊，等一下肯定是有个人半血的，我贴不动。我还有个薄命，说不定还能把人抽下来。还有个球，操刀了，还可以，应该能点。点个石，我重新修吧。好了，都不被打了，谢谢。现在机子差多少？马上，我答案直接点了。他把闪交了，那你得救。你能救得了不？救得了。行，你倒地了，我就直接给你点了啊。嗯。这黑妹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这你啊，那就把你卖了。卖？因为我这个球开玩笑的，你知道什么叫超级无敌快乐吗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在我屁股后边了？过分！我们都走了。我们这快乐球是开玩笑的，玩笑老弟。卖？怎么老想着卖我？我在二楼。我看看他在哪。我怎么看到他在那个啥都不啥都不杰克克啊博克佣兵来揍了。你们去了无人可以摸
救过来了，但是得浪费很多枪子。看一眼杰克，三连直接救啊！那我求人皇。他追谁去了？佣兵。这佣兵怎么真实的？你看有佣兵什么情况？没追佣兵。没追佣兵，佣兵在你身上。那他来找我吧。修完修小木屋，梯子不要了。人皇救我，人皇救我！追佣兵了，追佣兵了，准备跟他鸟，他要出布阵了。我这刚抬手看，没有，他不追了。不挂吗？他不挂了，反弹。给我鸟，你有鸟吗？那我去试。可以直接转医院，刚才给我鸟。转了转了。医院还有洞。来了，张飞鸟。还追我，嗯，不追了不追了，丢了个吃的死，我没有回城，我都开两台机子了，机子有点烂了，应该他们两台手上的机应该差不多了，我得开台新的。你开废墟了，我去补佣兵了。佣兵在你身上，他自己补的，他自己补的，你去开自己的。没有，他在废墟啊，可能找你呢。啊，我在做祭司，我感觉祭司这个有点死，佣兵自己补了，那我补人皇了。我可以打了，地下室在哪？要是不知道，可能医院吧。我都没看后边。机在那一边，那边机子差多少？你形象应该能开吧？应该。等一下，他佣兵顶着眼修的，估计开不了。又一个气球刀，又两个气球刀，哎呦，再打一刀。机子有没有想打洞的想法？没有。哎呦，一个误阵，这人就不太是想不开。太真实了，还给呢，这才叫还给。最后一台在医院，其实有没有想救你？没有人想救我，是我在那里发生了。有吗？这样就好亏啊，接下来还是要死。哇，他，好吧，他打中你了，他都不帮我扛刀的，他不知道刀直接跑的。他挂了血，我往那边拉，然后你们去补那边的补神像的机子，神像机子应该差的不是特别多，大门补开好像还有机会。我直接往大门拉。不追了，不追了。哎，这祭司在干嘛？小魔女。哎，这祭司。什么？
哇，这不是憨吗？还摸人，这不是憨憨吗？把机子开了吧。我也想开啊，有眼啊。还好来摸人，他就该去修机子就好了。我不是憨憨吗？对。对面还有怀表，超难再救一整，估计又抽不下来。机子差多少？跳压好了。刚才机子如果修机子的话，应该能压好，我觉得。那也不用去救了。他怎么又吃不了呢？这个人。他一个弹簧手，人都不到了。刚才两个人必死一个。那佣兵还想去扛刀，我靠！这人是憨憨吗？你都没自摸了。佣兵不是没自摸了吗？对啊。那他为什么想在扛刀呢？他上二楼，你把门开了。哎。把门开了，一会儿把他接过去。他自摸很快。他不挂呢。有眼。他挂祭司。有眼挂不了。是，他挂祭司了。一次没了，哎，你自己走吧，自己走吧，没了。下一把吧，算了。哦，你就四颗星了。我还到二楼。我在小木屋。一楼电梯，女巫女巫女巫，亚瑟在小木屋，那我这边直接修了。女巫的啊，你自己注意啊。看见了。你提升了我。哇，头铁锅板，你是狗吗？跟马拉斯，这小偷把我带走了。这样啊，我这一个弹窗加速你就闪现了，我三连带吧。我这医院内部走，我贴一下，贴一下冲，贴下冲，往贴下冲。OK， 秀秀啊！哎呦，我操，闪现给我一张，他闪现没交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闪现。哦，他的闪现已经交了。有人电机是多少啊？然后这香水没交，差一台。我是那么好追的吗？你就想着追我了。你是看不起我吗？好了，出事了。没了。看队友在秀呢。开不了，小木的开不了，有一个在大门三板。赶紧三连呢。
哎呦，地下室出事了。没有没有三连，小木啊小木啊小木有一台啊，那也是三连，不过离得有点远。一半了，再要。我这边吸了一半的猴，一半的鸟了，留下来再溜一会儿就行。打一发空的，又打一发，把下面都没有倒。等一下再弹。等我帮他扛、啊。对，他帮你扛。压好了是吗？压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叫你开着开。好了吗？我叫你开开开。开。然后是天门了。大门。嗯，这个人怎么？枪支怎么不开了？让他打，不虚。对，然后我再看。把他摸起来，把他摸起来。这追谁不好看，追谁不是好说。小女巫蹦跳的。再烧鸡。小木。就红教堂中间了。小木有地下室，小木没有机子。找我来了。不去了，应该往墓地跑了，要么小木屋。找我出来，找我出来。什么突破？杰克。有没有雕眼啊？没有。牧人传送呢？气得无人丢了，气得无人丢了，到现在还没一个影子，大家一刀没捞到，这怎么有心跳了？哎呀，不追你了，不跟我说一下，我在大马路上站着。不走哦，我一边就苟起来了，那这边你需要点一台，他没隐身，不要紧，技能都没有。压好了，调完水可能压好了。你小心当中。
我给他帮你一下，我还有一个词典。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尝试不点啊，现在可以直接点啊。请来点，我要去世了。太可惜了。老宋啊。我们一点就开，够吧？我怎么还玩着娃娃？不想玩，我想拿娃娃扛一下刀，我怎么扛？在这里，我服了。为什么还是我要死？杰士想，哦不对，佣兵想过来探你。嗯，那这把赢了，不跑。我需要帮助，快来！那就来探一波吧。我们都想来他了，那就来看一波。那叫他来看你呗，只要救得下来就赢了。完了，他个锤子平了。哇，这个铁憨憨，别打人，老总，他用护臂。老老这个屁，要不真去了。白给，白给，这佣兵真是个铁憨。应该崩了，还不如直接走。我在桥上。确定这个位置他是桥上？确定，确定。选到木马，杰克，往东坡走了。我说桥上。我的天！小心东坡。站长说：“我直接给了。”我的娃娃在流。哦，我以为你本体在秀。要两吗？不用给了，前锋在附近了。能撞下来吗？能啊，那个蛇我附近人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刚才不是说发了一个信号吗？全部在哪？我都没给到鸟呢。没有磊落，你还想搞我？直接跑马拉松吧，蹭个实体刀。我在看你，不用给了。不用给了，你可拉倒吧！你确定不给了？对，我都已经返回去了，13秒倒了。那前锋都非要去把乌云劈出来，我没办法。行，前锋也死。是。你自己教黑妹吧，黑妹在我脸上，有点前锋危险。啊，等会给你套鸟吧。前锋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哎，又白给了。那完了，保平吧，保平吧。嗯，还行，他们没有追我了。
清洗的呀。嗯，我去把自己摸好。我准备要原地消失了，摸好之后要走。你去贴个门吧，现在不需要你了。臭宝贝，贴门去。反正别出来就行了。这个门贴不到了，所以小门卡个耳鸣吧。你那击杀多少？马上去玩。开个箱子。去找找黑妹吧，黑妹应该在旋转木马，去看一眼。没有，他在帐门修机子。啊，行，那我直接点吧。你点了，然后去救人。救一波，然后下波再到我这就行。他不在这边，他在这边。过去救了，有不认的不好救。你别出来啊！出乌鸦了，我出乌鸦了，那就完了。走，快救快救！前锋最后面的稻草，过不了呗。看到了，又不认了，想打你。你溜会儿吧，张某溜会儿吧。七点再开，正点再开。你的帐篷溜达就行了，带着角落去也行，反正他近身。慢点时间。那个不一定能走吧，还能走，他开了完的，他的金身开了完。我直接上圆皇了。嗯，看一下小丑在那个金身墙。金枪你知道在哪吧？啥？地心墙你知道在哪吧？我知道，知道。那他地心墙没天气了，他得去大房。嗯，他应该要去那个大房地区。大房要往人房跑的。大房。刀，不对，小木屋去了，这里呢，跟他马拉松。拆完，没有拆完，没有拆完。不理我，去那个小木废墟了。到城墙了，准备给他鸟，可能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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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香水，薄屏吧，薄屏吧，鸟没了，闪现就死了。你放个香水，我这个鸟就完美了。闪现都不需要用词。我不用兵了。我去往大门去。你不玩佣兵的，然后佣兵修到哪儿呢？是中场啊？那我不补了。你要往大门修的话，你正好修完一台，你可以补一下佣兵的。我重新起大房的，然后最后一台，哦，没，佣兵是大房的，最后一台是调香相机。嗯，放倒了。那下一波你要救人，我去吧，我去吧，我补完我去。你补完你去。你起两台就行了。你补的是佣兵的吗？对，佣兵的。能补开吗？二十秒。能。能补开就行。不在记得亮，亮完我去小屋就行。
便排一下地窖吧，一会儿。反正那边帮我看。射得下来吗？这个距离，感觉不行。有弹射，可以。啊，上刀了，死了。保是保到了，估计下一个狙他也得还得死，除非他那转到房。我撤站，他转到房了，那狙应该狙不到。技能还没交啊，不知道什么，应该闪现吧。嗯，可能是 TP， 我现在发现已经死了。他还能活一个狙，死了。重一起，重一起。你这重新起，然后尝试一下，看一下吧。现在要摸人了，再起就出事了。再起过来抓我，你们俩都没怎么地方。有啊，交了呗。我自己交了。你交吧，你交吧，永远摸满。你去洗一台，你重新洗。我补条样呢，你一起。他肯定要来救我，我有磁铁，我把他锯断了。赶紧去重新洗。啊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被震慑了，哎呀我操，他挂我了，重新起吧。救命在附近啊，切脸了。应该是机子够了，他肯定要守你，他钻头那不需要了，卡死就了。压好了，我再走。去吧，他在拦你，远程拦你。你先休息。他直接过去了，走。要好。别开，能开吗？开不了。有一刀，我没治愈啊。是的。狙你一下，可以救了。那如果不狙你的话，没了。感谢。死了。还是先拉近距离，走不掉了。怎么枪水都摁不出来，太真实了。打了吧。不该使用的该刀具了。应该在石像，我在小木屋。嗯，我去小木屋，你走。那我去废墟了，那我可能要撞脸。杰克，石像走了，往那个人皇基走了，可能要去医院。我觉得上手修了。找黑妹。这玩意是本体啊，本体。那我等会儿过去补你啊，你去医院吧。我还没交出来。
插眼杰克。不是插眼，不是插眼。是插眼，是插眼。什么物有眼？我是插眼，插眼，插眼。哦，别忘了，我直接转点。幽冥战啊，他要过来丢眼了。到没？到了。这都无人了，放倒了。这怎么还有无心呢？插机子呀。幽冥可能是医院的，幽冥是三联医院啊。那个，还是老狗叫了。幽冥是不知道，你注意看刚才，他好像是三联的。三联。三联没人动。不是三联。金强。金强也没动。那出事了，那他应该是一楼了。我去跟你一起修，一楼应该是三层。一楼有那个眼手。啥子？直接上大吼，这个人不让人玩了。要是能看，花还能在金钱那边卡个二米，还行。卡不了了，无所谓，亮了。幽冥记得是那老远的地方。他要是不上大吼的话，这把就有机会了。他保一下就行了。抓我来的。地窖在哪？你注意了没有？应该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。没打到，没打到我。把门再开。你可以进走的掉，你除非能把他一刀给别过。他直接过来了。看一下女神像有没有地窖，只有那个地方有了。走得到吗？走得到，但是有没有地窖的另说。有。可以站。站呢？给个站，给个站。我在墓地，我在小木屋。往红毯走了。小丑，小心他推小木屋啊。小木屋的话，我直接就喊娃让他去了。黑妹了。闪现啊！打了我的娃娃，说娃娃不能卖了，不是了。跑马拉松啊！跑不了多远，我装无线拉锯了。你看看，一会儿你看看。我帮挡，你走。不用走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就能挡。我走的话就挡不掉。来了来了，你帮我下吧。对，你走。
哎，他不追。没有没有，他上火了。去你！自己把这个板子下了，你就活了。我先拉去，我靠！有别的。那你应该跟他玩板的，逼他掉闪现就好了。差点就走位走出去了。来个无后摇的呗，哥哥。他要直接搞那个成功了。我吃了一个钻头，有机子了。小木那才一半左右，四分之一左右，没有一半。低调。这个人拉球都不拉的，我的天。低调，预定低调。好扣分了。顶不过啊，这些前锋，太真实了。不是用 PC 玩的前锋吗？怎么一点都没有安全感？手机吧。形态崩了。就下来直接卖娃娃了，不要了，再要娃娃命没了。过来呀、啊，过来呀、啊！他就交了，哎呦，真的服了。拿娃娃挡了都走不掉，我快低调去了。厉害疯了！如果没走低调，又要多打一把。嗯，牛攻起来，你要盘低调了，多摸点箱子，摸点宝贝，给自己准备充足的。那肯定到了。不是，这不是手机的，这是 PC 的，我靠！帮他扛去。我靠！你拉什么锯啊你啊？我在这儿给他个板子，他走了，那我也走了，不追了。哎，前锋怎么不爱看后边呢？这个前锋有毒。知道不喜欢回头，可能他们都以为回头会减速，回头会减速还行。这一不追就是失了，也不跟我说一下，完了这个连风也去摸枪了，小木一闪击。能修开，能修亮的，都能修亮的，能修亮的，能修亮的，能平局。行，我试试。因为斗士有猴子，然后前锋的话在摸箱子，前锋摸了跟着他要追前锋，前锋看他能溜多久，他没有那个。还没得修吗？看一下。前锋要死。还没有没有再修。还没再修，修的小木的。你去救人，你去救人，让他去修，让他去修。卡斯血救，能搭心脏起来，搭心脏起来，你肯定能走，反正。你还有个球吗？对。他学自己遗产机，遗产机修的应该不多，我觉得他的遗产机。阿学进去救。救，你说快走，告诉他他要，还行吧，他有猴。二号机遗产机，他直接带走了。重新修，二号机重新修。你给前锋球了吗？给了。前锋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，没了就真的没了。电弹一下，可以，闪现交了，也没打到，打前锋骚扰去了。拉球呀，哥哥，没拉，他去拦你家了。我有上去了，他不敢的。他来了，你就跟他说，
来了，你跟他说，让他去摸人。要回去了，哦，出事了。他在修遗产机，你可以再去救一波人。不着急。还有一瓶茶水，他在修遗产机，继续修，你俩都得修，不能只有一个人修。能平，这把能平。看你那边压好还是他那边压好行了，他去救了，你继续修。压好了，可以，能平。拉球，哎呦，放下来，直接开，直接开大门。哎呦，这前锋送了，哎。闪现没交吧？你得走，立刻走。前锋有自摸吗？没有了，出事了。他是自摸起来的吗？啊，对，自摸起来。出事了，还被卡死在这儿。完了，出事还不去摸人？哇，心态崩了，这个前锋。躲一下那个小柱子，躲不到，躲不了，他有一道斩加速，你没有一个黑，他把前锋摸起来，哎呦，这前锋有毒，我心态说了有前锋就赢不了，没办法了，路人前锋不靠谱，他怎么还往你身上爬呢？这个憨憨，我打字吧，刚刚送了，下一局，多打一局吧，无所谓的，打快一点啊，还有15分钟，有毒。我都等不及了，我都等不及去玩图书了，给我玩这什么东西，呕死了。我怎么着，我都着急用那个皮肤，我几百年没打突破服了。我就双十一了，我在小船下边，嗯，那边角落有一台机子，应该角落机，双十一没有。那我修了吧，小龙面具我就不修了，也是说尽管留在那附近，真的假的，有吓人，杰克吧，嗯，应该是杰克了，没有扎人，也不是约瑟夫，杰克了，哎，过去了，现在在海边啊。再等一会儿，我去往那个小门走，还能模拟一下。不再往小门走，不再往那个双十一走。看下大门有没有人。嗯，你在双十一是吗？对，我去往后过去了。你在最角落？对。可以再往那边跑了。还挂双十一，你就给我撵了，摸我摸，直接上手摸，直接上手摸，不管他。插个刀的功夫应该摸好了。阿爽，还摸？还摸？哇，这里有一个栏杆，哎，我心态崩了，这里有个栏杆。那行吧，他有娃娃吧？应该我看一下。嗯，他有娃娃，你走，知道了。嗯，不能挂我了。可以。这么贪？别摸，别摸。贪兔狗这个人。他没了这把。好，我贪汽油刀啊！可以撞，可以撞。多少球了？你过来摸我，卡血救了。
再上去一个。最后一台在哪？最后一台在小船旁边，就在旁边，看到没有？就那个小船吗？我看见了。别动了，你能不能别动了？别动了，没球了，然后就完了，就差结实的机会，过来跟我一起保他，就差结实了呀，就完了，就完了是吧？吃完一会儿你跟我一起来保他，还有球吗？没了，所以才让你过来一起保，不着急就不着急就不着急，他无人空了，无人空，急了，急眼了。不着急，卡到死，多扯他几下，让他那个死的慢一点，多扯一点。哎，怎么救了？让他们俩插刀了，是吧？先保一下，不着急，他上马很慢的。真叫烦啊！带着怀表呢，卡死了。现在该开了，还不开，他非要等他走。我直接去停上门了。那追你了，追你了，追你了。再开估计要留你了。技能还没交吧？没交，应该是 TP 的，是 TP 的。抓你吗？是吗？没抓，得赶紧，我得赶紧去贴大门。急了，那我返回去。我俩能走就行了。简直不能走，也白给啊！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这把不是晋级赛，哇！不是这把呀、啊，刚才输了呀、啊。简直往这边跑，够了。不一定，我还没贴上门，我才贴上。应该够。如果他 TP 下去有误认打误认没有误区的话就够，有误区就不够了。没够了。够的，直接贴门口就行。他还没干。三连，抽个账。红蝶，进医院了。医院了。我绕石上去。是谁呢？不知道，应该是祭司，祭司应该是在一楼。简直在石像，哎呦，白跑一趟。机子一半了。不字了，啊！再坚持个20秒左右就能开了。又盖了一把，怎么感觉像提升呢？这小老弟不错啊，可以。他中了，传你了。传我了，直接传中了。
嗯，他是女神，是小木了。没追你是吧？大门了。不走。祭司怎么不打个洞接我一下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这电机别修了，我帮你补。我都开了。行，那我去找木屋。你往石墙走，你往石墙走。三连，三连也可以，三连的台我修一半了。嗯。有人有道子鸟了吧？应该有一两只了，我感觉。把三连补了，三连补了就可以去救人了，应该没你的事，就等祭司了。我的电机能量，你人生有台一下不治的。哎，祭司重新修了，往前修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祭司逛街呢，那我去补。你接你接。那我逛街了。你去天门，天门，天门。对对，那我逛街了。你去贴大门。我贴小门。他们一半了，嗯，刚好也一半了，晋级成功还行，怎么样都能晋级了，好的，除非你祭天，你祭天就不晋级，准备去送，我直接走了，全城的祭司，对不对？全城红蝶的面貌都没看着。也出去了，行了，他稳了。这限制要是有鸟，估计也稳了。限制差不多有鸟了，应该差的不多了，追了好几圈了。鸟还真有鸟，不错。晚上我也要冲主图榜，我也要去冲个杰克榜。刚好是小号，小号冲榜特别容易，一路杀上去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，医院有人，小木屋先看一眼吧。
下一个不认识了。拖的还挺久的，要蓝前锋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吸星板，亮了，好吧，就当测试一下金皮吧。杰克还是弱了呀，并不能因为他有皮肤再选择去用。白给一局，还是玩我的爱哭鬼去吧，还是弱了一点。真就佣兵在这修屋啊，那我也要打，拖个传送啊。我没传送，反正小心点，还有鸟，小心点，及时打虫洞就行了。
祭司也没修，估计想断我节奏了。你打个锤子，你打。刚才没看洞在哪打了，估计是二楼吧，默认就传送了。现在这边摸乌鸦飞了，在这儿。哦，节奏断了，这技术打个洞我没了。修炼机我就上去，他应该没动。哇，真敢翻啊。我发现蜘蛛这个蛛丝有问题啊。
跑不掉啊。这个头是真的大呀，它占满整个屏幕了。前锋我日。这二楼估计跳不了。手机要电机了，开团球了。我操，这么痛的吗？医院跳不了啊，我的天。医院跳不了就没用了呀。医院跳不了就很伤。医院跳不了，那不就跟咸鱼一样了吗？我的妈呀！那还追个屁呀！那他妈医院无敌点。真到
我是这波谁叫的？医院不能玩蜥蜴，妈，医院里面是无地点，根本打不了。一旦有二楼跟 A 库位一个道理，打不了。泰明一旦进入那个大房子就废了，没法打。这哪摸的？人被偷了。拖时间啊，这个时候。我拖时间就好了，我拖个传送，拖个闪现，无所谓的。你找好。应该把它挂了的，这是黑妹，我出去看门去了。两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看错了。他开不动门，地窖在我这儿。他只有一个办法，绕过去，绕到小门。我闪现快好了。赌我赌他不敢开。他没开。他怎么敢开门呢？他开门他就死定了。哎呦，绕进去了，难受。他怎么就绕过去了？
啊，那个耳鸣他在三连啊，他从三连过去的。起点没电机，先计时。和佣兵，起点有人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懒得找。应该是黑妹，寻找木马黑妹，先知那可以锤了。失误了，我应该再往前面一点的话。能不能跳过去啊？这么远怎么跳得过去啊？必杀用户必啊，五秒。哎，你这个人不按套路吃饭呀？搞什么东西？怎么头上有建筑物？起得来吗你？你还真起得来？贼烦。
可能又要拼。他有一个中间七什么事都干不了，就是淘汰一个人之后，那是他的缺点。一旦到那个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，感觉满脑子问题。并不敢跳，我也知道他不敢跳，他跳了跳就死。低调的目的，骚扰了一下，很难受，然后没震到他，失误了。蛮蜥蜴不能失误，一点失误都会要我命。
还有球吗？留了一手呀。抓先知不对，抓前锋，先知带目的没椅子，前锋在摸宝贝，我得找到他，拦住他，不然就输了。我值。谁都没挣着，蜥蜴太容易平了，我也随便一打就平局了。门刚开，地窖的墓地跳地窖了，太容易平了。你看，每当我淘汰一个人的时候，就那个中间的地方，抓谁都不是，感觉有问题啊。一旦淘汰一个人，就开始出问题了，谁都抓不着。这点有点差，小门不去了，去红毯。红毯是先知，马拉松呢？他把翻墙加速用了，我的翻板。跑马拉松，强势啊！搞什么？没弹出去吗？鸟不给。三连电击，鸟还没交。红毯墓地，亮的是医生，要么先知。佣兵在红毯，在这个里面，抢救了。看能不能双倒吧，双倒就有机会。可以，
破地下室去。有没有摸起来了？医生摸的窗户，他们在红毯，他又想救一波。没怀表了，我让你救，无所谓。他俩刷死他。好快啊，真就摸好了。杀医生，两刀把他带走吧，无人不要空。好，空了， nice。 走个屁呀、啊！应该要平了。好吵、啊，我的天！让他救啊，刷一层血。我只能靠打伞，这边医生没，居然没去自摸修机子去了，这边佣兵又要刷，把医生锤了吧，这啥医生啊？佣兵还能救，拦不住。还编了一下尸体，我的。太容易平了，天哪！怎么打都赢不了呀！每次都是淘汰一个人之后就开始出问题，咋回事？哎，点错了，有没有直接跳下去啊？我操！
旋风，毛，乌鸦飞了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天职，天职怎么回事？怎么乱抖啊？哎，这有障碍物啊！跳哪都不行，瓜皮。这跳个狗屁呀、啊！这跳到处是障碍物、啊。没见过障碍物这么多的，双十一上面全都是炸的，没法跳，要丢两台。没法打了，障碍物太多，胡锦春也打不了西，感觉到处都是问题。不打西了，那弱了一批。都能穿进去，
一个前锋和魔术。哎，我就知道这个巫人就会肯定会打柱子。他一个翻墙加速，他又走扯了，没必要追。不追也炸，追也炸，我操！真的假的？有隐身，不虚。跑木马、欸，没有。前锋倒是过来了，到了。他肯定要开球的。卡滑梯了。修完了，难受喽。前锋在第一脚，他们知道第一脚在哪。
打不出去，这墙有树，还挺厚。难打喽，阳台都在压了。打到的失误了，被震死。反正都不能赢，那我就只打平呗，就往平局打算了。怎么打都赢不了，那我就只打平了，不赢了，平一晚上得了，还省事。
冬子连跪了，天知道输了几碗。